鞠躬，再鞠躬。警察排排站向妈祖鞠躬，大甲妈祖绕进队伍走到彰化，负责维安的员林分局在田尾分界处向妈祖请安告别。大阵仗列队，警方也挡不住大甲妈的魅力，告白大喊我爱你。而随着绕境队伍不断前进，香客人数也越来越多。队伍鸣摇好几百公尺，庙方也沿路广播要大家注意安全。另外，在西洲公园也有一群重机骑士等着迎接妈祖，100多台的哈雷机车停在路边，场面超壮观。大甲妈祖的这个绕境啊，是一个很非常国际化的宗教盛事。那我们希望让这些车友不只是骑车吃吃喝喝，还能够参与更多的这些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。所以今年第一年号召了大概100多台。疫情解封，今年大甲妈祖的绕境队伍人数大增，行程也大 delay， 延误了4个小时。天气炎热，不少信众也准备补给品给香客补充体力，有人准备素食炸物，有人提供消暑西瓜，先填一次满足，让香客吃饱有体力继续跟着妈祖脚步。 TVBS 新闻陈志忠彰化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